乡村厨房，拥有如同老木偶匠盖比特工作室一般的设计风格。米奇形状的烤鸭披萨是这里的招牌菜，当烤鸭邂逅披萨，原始烹饪焕发出一种崭新的绝妙口味，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呢。叉烧菠萝披萨、番茄芝士披萨、超级巨星披萨，每一种口味都给你不一样的味觉体验。